团在这方面也是比较犹豫，不知道该从哪个地方去转，也不知道是转什么，甚至呢，什么是数字化，对我们来讲都是这个概念非常模糊的。今年上半年呢，全市新增了340家数字化转型的规上企业，累计数达到了1800家。我们各级财政资金投入了8亿元，重点支持一批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项目。通过打造一个示范案例，就是让广大的中小企业呢，加他看得到，智能制造呢会给企业带来一个提质增效降本一个效益。